你这车是不是坐过别人呀？啊，没有啊，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？怎么了你没闻到吗？吗？啊，没有啊，那你靠过来点。你喷香水了？这不是来见你吗？就喷一点。你见别人的时候会喷吗？见别人当然不喷了，只有见你时。那别人是谁？啊，没有，说的不是一类。我是哪一类？你是特别的款，见朋友喷这么特别的香水吗？烟熏木质调的，喜欢吗？我怎么闻到了别的味道呢？什么味道？你的荷尔蒙的味道。那你是喜欢还是？这是什么香水啊？这个法颂借火香水。这个迷迭香和克什米尔木的香调，你想借谁的火啊？你这么问，你要有危险。你怎么知道是我有危险呢？激将法。你喷这个不是为了撩拨我吗？那你可以拒绝啊，这么暧昧的味道，我怎么拒绝啊？那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屏住呼吸。那我能相信你吗？那你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吗？可我怎么闻到了一点点冲动？你是说香味儿，还是说你？你猜是什么？香水和你，你就这么笃定吗？因为这香水只有见你的时候才有特殊意义啊。什么意义啊？想让你靠近点。这味道确实让人情不自禁。那以后我想闻的时候还能闻到吗？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后不分开了？如果我想让我家里也是这个味道怎么办？这现在有点太突然了吧？那今晚这瓶香水可就归我了。啊，香水，香水啊，你以为呢？怎么，很贵吗？不舍得啊。喜欢就送你啊。其实啊，一瓶才100多啊，我才不心疼呢。性价比挺高的，那跟我比呢？跟你比什么？你以后是想自己喷，还是想在我身上闻啊？